是我们西外普拉盛第一次庆祝圣诞节，也算是我们小小公司的第一个公司活动这样子。对，第一次的节日这样子。虽然永杰哥会员进来我们公司也不到三个月啦，对，完全不到三个月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奖励，然后也希望他们之后可以越做越好这样子。一方面这个影片除了是个奖励之外呢，也是一个警告你们给我做好一点啊，如果以后看到你们懒惰啊什么你们看回这个影片你们给我重播啊。俗称 dress code 是红色，对，因为我的 dress code 是红色，因为呢昨天蔡唐永拍了一个影片是 for 家人的庆祝圣诞，他们穿绿色，反正今天就是庆祝我们一个小公司的圣诞活动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会给他们一点小 surprise。 对，因为我们跟他们讲就是我们各自带一份好礼物，很好很好的礼物，是真的好礼物。然后他们很 stress， 他们一直不懂要送什么，可是我们会尽量安排一下。因为他们原本是很压力，讲什么这个是不是一个考验？对，他们可能感觉每天都在考试样子。对，我们讲的每一句话，我们都会过滤一下。那其实我跟书生算是有准备小惊喜给他们呐、啊。对，虽然我们都知道哦，我们不能用物质绑住人，但这个也算是我们一点小小心意。然后。嗯，这个是我们会先给他们的一个礼物，我们四个人会先交换礼物哦，然后我们过后想要再给他们一个 surprise， 再送我们真的要送给他们的礼物。我们有量身定做要给他们的礼物是什么呀？对，因为这些礼物都不便宜。对，真的是蛮不便宜，我觉得这个活动举办一次就够了。等到送完礼物给他们过后、就跟他们讲这个是你们这个月的薪水。等一下我们应该先吃个晚餐吧、就吃一些我们最爱吃的螃蟹，就是一个庆祝这样子。嗯，我们现在要等食物来，然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交换礼物。耶，礼物来。耶，你干杯。礼物来。礼物礼物来。所以我们两个人都用同一刀的。我们来吃圣诞大餐呢。形容你送的东西 ，everything、okay. everything should be okay。这个是我，屌丝。来，好，我讲这个。啊，你先讲。啊，我的东西啊，价值300块，差一点点300块。没有，差一点300块，我自己也很想要的。啊，怎么会讲这句话？我自己有想要的。啊，走。你不跟我讲过想要飞机？可以啊。会赢的嘞，会赢。我的东西、大家都很想要。我有东西。来，我们就有一个不想要，明天你不要上台了。我的呢？哦，我的，哎，我的还有一点意思，关于我们跟我们有关系计划的未意思，跟我们的未来有关系了，一点。等下没有参与我们的未来嘞。圣诞老人上线了，是嘞。OK， 我的嘞是大家都真正想要的。这跟我讲有什么差别？没有，想要跟真正想要不一样。你的是，哇！你的是，你的大家看到没？想要，我的咋讲不一样？你的，我突然忘记了我要送什么，哦，依旧我的跟你很像的意思，大家都想要。我是大家想要又要珍珠要，然后哦，书生是一个东西，我是很多东西，我很独立了。哎，我是一个里面有很多嘞，我是很多不一样一个东西。OK， 你们听得懂吗？总之我们就是很多很丰富的东西。对，来，我们要给先抽比较好嘞。哎，最便宜一个。好大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，做好呀。你要这样子，然后对。喂，我这样。你先。抽到常勇。哎，哥吗？常勇。叫我喊名字。常勇。我的。哇！谢谢。这是你的。OK。不要拿，谁？OK。来，到我抽。都没有在你们计划里面。
其实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两个给两个嘛，我不可能抽到你，你不可能抽我的嘛。这样，所以 S 来讲，你在给永琪聊，我的 A 片在给慧颖，让慧颖不用抽了哦。为什么？给抽一下，来来来，给你抽一下，来，我看你们。来 ，two one action。很紧张，又很紧张。常有。哦，演吗？来到我们两个，像等一下我跟书生应该也是有一个不用抽了，对对对，要演反应嘛，两个啊，对对对，来，我们是专业的演员啊，照我这样看啊，我绝对是不想抽永杰，不赢啊，永杰，笑笑，没有玩了没有，玩了没有玩那种梗，我们是很正常，哎，送礼物送礼物，不要不要，这是我的哈。Thank you！ 来，书生先打开，书生打开。OK， 我要先打开。他们会送我们什么礼物？哎，这个很熟哎。这是什么 ？Pancake 啊？你不觉得我包了很像便当盒吗 ？Pancake 哦。来喽！真真，我真真。真真。哇！哇！我也有。我特别烦恼。我跟 Alex， 我也很喜欢的东西。但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不嫌多的。对，这个东西不嫌多的，我还是很喜欢。底片相机，傻瓜相机，来来来，朋友，那我喽。这个箱子跟你的人一样，够大个。这什么男生？小黑松，恐龙，喵喵叫。什么？你们不懂牌子还是吗？不懂，不懂哎。恰恰的，恰恰。走的。啊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。我个人是去台湾 crush 到东西的，突然觉得就比较好。你知道以前我戴项链啊，他就讲你可以脱下来吗？他每天都在吵我。我懂哎，谢谢永杰的恐龙哦。我还有这个，还有什么？不，你们这是干？你这个质感好嘞，我一起拿住了，勉强收下。哎，你们很期待看我们的，真的真的，你们会很喜欢的。我就要先，别别别，会先开我了。OK， 好好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反应？我做给你。你要很兴奋，对，我很兴奋啊！来 ，three two action！ 不要！先不用演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！你拿这个眼镜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又不用。其实你用这个更好，你用这个更好。对，没有，你这个东西是最 perfect、最完美的。拿到这个东西哦，要唱一首歌 ，OK 啊？要唱啊，要唱出来。还打开就有一个歌出来，对，一个歌。而且你要唱，你还要演。好，等下我唱，我唱。那我跟阿明。可是你要演哦。阿明打开，我跟你们一起唱。演吗？但我不懂哎，我懂了吧？你懂了。你拿出来呀，我们再唱。我在看谁？我在看谁？先开。OK， 手机三星。不要开枪！他长了嘛？对啊，还是生物啊。我怕。对，你看一下。哎，手三星，手三星，眼睛，眼睛，眼睛。我会唱歌，拿出来，眼睛，拿出来，不会动了，不会，不会是吧 ？OK， 闭眼睛 ，Action， 来，拿出来，直接拿出来 ，Five， 对，对，对，拿出来，快点，我要唱歌了，一二三，好糖那波，宝石花的水，好糖那波，那这些歌，哇，超多东西。这个我记得哦，是我帮他跑两次对这些东西哦，都是永杰去买的。耶 ，You deserve。OK OK， Thank you。永杰，你们收到这礼物，为什么我又开心啊？又好了，还有一个得奖感言。你可以保湿哦，从外保到内，外面太多啊，就喝了。我就一个人用不完，我跟佩奇讲。讲讲讲，去拿，去拿，你拿。哎呦，哎呦，很紧张哦。是不是什么东西那么黏那么慢？你好无聊哎！其实我们啦，还有你帮我，没有啦，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的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骗你们的。来，我们要送谁的钱呢？哦，我也不用宠的。不要不要，现在就送好了。OK 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是谁？先送永杰哦。好好好。永杰先来。啊好 ，This is yours。哟，哦，打开拿出来。看是不是常勇穿过的鞋子呢？好是哦。有，哎呦，哇，一级耶！哎，这个 Ultra Boost 会不会有？不好意思，我讲错了。Triple Black Ultra Boost。哇，好聪明啊！最懂我了吗？我们没买错嘛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哦，他有时候穿包鞋，我前面这样看啊。Thank you， 这我骗我。这双我自己都很喜欢，我喜欢这，而且他刚好什么你懂吗？他刚好他的鞋坏掉，前两天跟我讲，你看我的鞋。
吃皮了。哇，太酷啊！来，这个是慧颖的。这是慧颖的。哇，那佳佳抱着阿伯啦。你不要。那佳佳啦。无印良品的。我们买木屐的给。谁包的？我包的。你闭眼睛吃到完，然后一睁眼看到整个东西。Apple。你有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很怕。你会有礼物最难选的。他的礼物最难选，怎么？怎么？你也不懂他需要什么。耶，各位，我们西外普达生交换礼物到这里啦。其实哦，你们拿这些礼物哈，这个月你们就没薪水。对，我们这个月就不会给薪水了。我要努力工作。哇！大家都不懂了啊！教训。一个礼拜解读一个片。我一般是吗？没有，都会当真的。等上啊，我在切片的时候，我就会讲，我要那个一个礼拜五个片那个。以后我也没有上片啊，我就剪断出来一个礼拜五个片。然后放你的脸。好啦，希望你们可以过个快乐圣诞节。哇！我都有第一次听他讲这种话。屌丝。虽然不是很如意，但是就是过个快快乐乐的圣诞节。耶！还有业配直接满整个白板。耶！希望西外普拉森越来越好。耶！希望永杰跟慧颖脱单。耶！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慧颖真的糟糕，不要。那不，而且呢，要补一个给我。不要，慧颖真的。补一个 behind the scene 给我。我觉得我救不了你，我不会跳的，我不会跳。你会玩？大家都有上过台。他只要露营，我很紧张。我讲，现在是 diss 我 diss 我。我在想，总结我明白那时候 prank 我站在镜头前面的感受。他会问我吗？就那时第一次在那荧幕的时候，这样硬了，很尴尬。哇，你还是看的人，我都很尴尬。三，我要录最后一位。我故意的。各位拜拜哦。哦，忘记讲一句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。